锦衣华布的背后埋藏住种种人性丑陋，纵欲，咁啊啲下贱打工妹唔会有好下场噶。善妒，你怀疑云姐设局陷害你啊？贪权，当家呢个位我志在必得，甚至泯灭人心。二小姐唔系自杀死噶，系被姑爷害死噶。无论有几多诡诈阴谋，我都会揾出真相，力守家业。守业者星期一晚8:30揭开争斗序幕。